手机墙模拟手机刷机骗取商家百万推广费用。海淀网警抽丝剥茧，寻得犯罪嫌疑人行踪。跨省追捕，暗夜蹲守，办案民警如何与嫌疑人斗智斗勇？见证本期播出《网络暗战》第二集《手机墙里的骗局》。揭秘大案悬案，探寻法理脉络，记录故事现场，见证法治变迁。这就是那个前期案件的情况，其他是比较清楚的。他这边一会儿有一个视频，你看一眼，简单看一眼这个视频。2018年7月，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警务支援大队的民警们接到一起报案，某网络科技公司反映，他们与一家广告公司签署了推广协议，在交纳巨额广告费后，自己公司的 APP 下载安装量与实际使用量存在巨大差距。时间不短，从咱们现在看的数据，应该是从今年年初到现在的，是吧？嗯，应该是从2017年到现在，也会都会有。它这个数据库里数据还是比较全的。倒是我觉得其实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手机号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嗯，如果要真实的话，他把这些手机的数据拿过来这么多，嗯，公信息也靠谱。刷三日留存，多少7日刷再刷一下7日留存。还是比较设计的比较完备的。这个案子跟重庆的案子基本上差不多，犯罪手法稍微更高级一点。早在2017年7月，海淀公安分局的民警们就接到辖区一网络公司报案，称该公司旗下的视频 APP 在与推广公司签订推广协议后，存在下载安装量与实际使用量不符的现象，怀疑推广公司诈骗推广费用。经调查摸排，民警最终在与重庆当地警方的合作下，破获了一起刷机骗取推广费用的网络诈骗案件，共抓获犯罪嫌疑人35名。这一案件是北京网警破获的首个利用手机刷 APP 不当获利的黑色产业链。这样的案件也被网警们称为手机墙案件。大量的下载安装数据真实存在，诡异的是，在这庞大的数据后却没有使用量的增长，这其中又究竟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个需要这个你们去帮我们达成这个安装量。中间商拿到这个任务之后呢，就去跟范伟涛，海淀公安分局警务支援大队民警。手机墙一案就是由他主侦，然后模拟成新手机，不停地去安装激活，然后达到这个安装量的暴涨，然后获取这个中间的这个利益。咱目前来看呢，就是说这个一级的嫌疑人已经锁定，然后在二级中间商层面呢，大概有14个。二级中间商就是一个信息流的一个渠道，对，他等于他的设备他也需要这样，无非他中间拼块，比如三级跟二级中间是千几块，完了他这二级直接找到这扇子或者。便宜点，咱们那边吃点差价，比后边的总额应该还要多。前期处理的话，主要就是针对可能涉案的人员，包括大概的分散地点。中间商公司呢是在广州、深圳还有东莞这三个地方。通过他这源代码呢，发现他这个将里边的服务器的 IP 网址呢写在里边了。大概前期的基本工作情况就是这样，后期的话就是说这个把这个线索呢摸破完之后呢。包括嫌疑人所在地，还有这个二级中间商的公司实际经营地呢，咱们今天主要沟通一下。经过对案情的梳理和商讨，办案民警决定
由一名网警和一名刑警组成侦查小组，于12月15日前往汕头嫌疑人公司所在地进行调查摸排工作。那行呗，那就跟领导商量，到时候看看什么时候出差吧，先去汕头那儿摸一下吧。行。调查摸排清情况后，范伟涛将嫌疑公司的人员结构以及作案手法进行了基本的梳理。以嫌疑人王某为法人代表进行注册的汕头一家网络公司，通过技术手段刷出虚拟下载量，骗取受害公司推广费用。这个方法被他们称为牛叉神器 APP。在开发完之后需要进行推广，扩大这个使用人数，这样呢才能就是说是给公司带来效益，使得人越多呢，公司这个效益越好，然后在这个前提条件下呢，嫌疑人呢就是根据公司这个需求呢，不停地模拟这个刷机，通过这种情况呢来欺骗这个失主公司，最后呢来骗取失主公司的这个推广费用。你说出差前一天你这个把之前的思路再捋一下，怎么也得见一面，对吧？专案组明天就要出发前往汕头了。为了确保工作顺利进行，出差前一天，董立波与范伟涛对案件相关信息进行再一次的梳理。应该是市中心感觉。属于这不是在汕头出入境检疫检疫局吗？对。到时候先踩点吧，他能不能踢进去再说吧。对。再就是咱们不是有他们现几个嫌疑人不有车吗？对。再就是看看他们这几个人是不是都住在这儿，还是在边上。那我们这专案组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个案件做了一个预演。首先呢，我们是要核对嫌疑人的身份以及核对嫌疑人的一些落脚地，这是一块工作，其实就是很好的一种锻炼你侦查思路的一种方式。可能还在深圳活动呢，对，后续咱们再锁定一下，看看咱们反正现在的指向应该是指向应该在汕头这边。对，怀疑应该是主要还就是他的一个办公的地儿。对。办公地儿是至于这几个人是不是住在这儿，现在还不太好说。对，他还指向也指到汕头，量肯定跟进，对，模拟一下，我们如果去现场的话，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突发情况？王静的案件的梳理工作，不知不觉间持续到了凌晨。侦查思路一旦展开，民警们就会沉浸到案件当中去。连续几个小时的案情梳理，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22楼吗？对。看看他上楼的时候有这个电梯里面有没有监控，如果有监控信息的话，基本上这个人的这个体貌特征啊，他基本能出来了。主要是这个对违法行为的定性，包括这个涉案人员的大概牵扯范围，还有这个所采取的这种到底是什么样走的，一直在商量这个事儿。看能不能这是不是定点来上下打卡的，还是比较随意的那种。松散的组织，虽然来上班，可能就是没平常也没人管，对，看是随意，因为这个对后续的抓捕还是有很大帮助的。今天晚上收获不少啊，4点了啊，收获不少啊。对，咱们把这个。经过几个小时的梳理，凌晨4点左右，办案民警已将手机墙案件的基本脉络案情理清，明确的这个分工了。对，大概指向也指到汕头，明天你就跟。刑警的一块儿去，在实地去他看一下。辛苦，这事儿这今天晚上这收获不小，收获不小。一会儿早点休息吧。行，早点休息。好，行，好嘞，行。基本上把这个他们公司那个涉及到这个情况的人都锁定了，应该是6个人，那侦查手呢？看。
手机墙就在那儿。哎，他这个东西，他这个东西我不懂啊。他这东西是肯定有手机墙，还是电脑也能藏吧？啊，这就删了，就这个是吧？都在那边，都在那边，都在那个 A2207。他们是目前这情况，这个公司咱俩先不动。对。对，先把情况摸清楚之后跟家里报。对。因为后续还涉及到那二级房的，看家里怎么安排。那公司它有3层楼，9层、22层、23层。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是和刑警网络队呢一起前往汕头呢进行实地踩点。当时初步锁定了这个公司大概人员呢，初步判断呢应该是6个人左右。数月的网络追踪，海淀网警锁定嫌疑人轨迹。7天的昼夜蹲守，办案民警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打击犯罪，普法宣传，网络警察展开对抗黑客的新思路。他没给你拿走。见证正在播出《网络暗战》第二集，《手机墙里的骗局》。那今天20多度啊？对，今天20多度吧。22。晚上10多度。不行就住他那个附近，还方便。也行，对，来了，对，回头找找。你们赶紧去住一点呢，然后你们要吃什么，然后我指给你们。能有什么呀？然后宾馆隔壁有一个 KTV 嘛。哦，嗨。我说您说参观，我还以为是有什么，还以为有景馆。景点呢？北方人和南方人毕竟长相不一样，口音呢也不太一样。咱们过去之后呢，口音和当地人的确是不太一样，所以说，侦查呢存在一定难度。汕头市位于广东省东部，总面积约为206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558万余人，是中国最早开放的经济特区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犯罪也在这里悄然兴起。办案民警到达汕头后，当晚便对嫌疑人公司附近的环境进行了调查摸排。其他公路可没停，你看只有电线。对啊，对啊。里边吧，一共是这儿吧，根本就不是什么22楼什么的。门口什么？不会是22楼什么的。是22楼，207啊。207，会不会是2层啊？不会。2207。他提到了9层、22层和23层、啊，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商住两用。他要是家用的话，肯定会挂空调，没见着空调。过不去了那边，绕不过去是吧？这边河，咱刚才看了河，还说从这儿过去。这边过去。嗯。来，肯定得来。为了获取准确信息，范伟涛与刑警一起寻找着嫌疑人公司的准确位置。进入嫌疑人公司大楼后，办案民警对大楼内部环境进行了进一步观察熟悉。看一下，条件不是太理想，
看了看周围也没有他楼层的介绍，得进去，进那铁门里才能看。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进入嫌疑人公司范围后，办案民警分头进行侦查工作。晚上的话大家警惕比较高，但是呢你还必须要去，因为你需要确定晚上是否有人还在公司，所以说呢晚上的侦查难度比白天难度可能要大很多。上锁了。咱们去进入嫌疑人这个据点呢，它底下是有一道大的防盗门，咱们呢是进不去的。白天的人流量会大一点，到时候想办法能不能人流量多的时候进去。你看，这就是咱们去的，晚上去那地方就是，他们主要刷的是那个轻 OS 系统，那个系统的话比较好弄，所以我怀疑他们有可能通过这个专门跟人联系。结束第一次的摸排工作，民警又马上回到酒店对案情进行梳理分析。10011927，这是一个总的渠道号，他们为了拓展业务量呢，会把这渠道号后边标注字母 ABC 分成小渠道号。再下一步往下推广，渠道商呢，他作为一个主体，会把这个往下分，找其他的小的，推广再做，然后把这些小的呢再分 A、B、C， 对，就分包业务，哎，董哥，那个我跟你汇报一下今天的工作情况，不是去过去那个点踩了一下吗？把这个电表啊看了看。九层呢，发现这个三号房间和五号房间呀，用电量比较异常，明显高于其他房间。二号，二十二层用电量大吗？二十二层用电量啊，不明显。正在把所有的东西再往二十二层再转。范伟涛将案件的最新进展和董立波进行着沟通，以确保两地消息的同步，也有利于案情的进一步推进。哎。当天的案件一般上我们都会在晚上进行沟通，一般都是把当天的一些案件情况进行一些简单的一些汇总完了之后做一些沟通，对这个事件进行跟进，通过这种方式呢来保持这个案件的每天的一些工作上的一些同步。近些年来，董立波所在的海淀公安分局警务支援大队破获了多起网络犯罪案件，在侦破案件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因此他经常被邀请到各大学校及公检法机构进行技术层面的沟通交流演讲。2018年12月，董立波前往最高人民检察院，同来自全国各地的公检法机构技术人员进行技术交流与传播工作。电子数据取证呢，作为这个咱们刑诉法新加的一种证据形式，其实在近些年啊，就是咱们这个涉网犯罪的侦办过程中，还是有一点体会在里面。就今天呢，正好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网络犯罪啊，其实这个网络犯罪它的范围比较宽泛，一个是黑客类犯罪，这类犯罪刚才也提了，就是犯罪的客体是互联网和计算机信息系统，要求对这个你有主观上有明知，为这种黑客类的犯罪打防并举嘛，打击防范再加宣传，这是一个促进法律进程非常有用的一个尝试，一是提醒事主你别被骗，
第二种方式呢，是我们是要求去告诫老百姓，就提醒这个嫌疑人，在你实施这个犯罪的时候，其实是有一双无声的眼睛在盯着你，别越线，越线必被捉。线下的，咱们可能现实中存在的这种什么菜霸呀、什么水果霸呀这种霸占市场的行为，在网上呢，他就通过这种拒绝式访问攻击，就是占用你的带宽资源，把这个带宽资源给你耗尽，就影响你的正常的一些访问的流程。信息技术的发展，给网民带来更多便利的同时，也伴生了网络安全问题。信息技术的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便利，比如说我们出门，从早上一出门，有可能用叫车软件呐、或者直接用手机刷卡上公交或者地铁呀，然后每天也会无数次的用到这个通讯软件啊，然后在线支付。其实就等于一个人的生活，他基本上已经离不开这个网络了。那像这种线上线下的交融，它其实也产生了非常多的网络安全的问题。很多软件都设置什么呀？就是你可以自动关闭、自动删除，每次关机自动删除。对对对，那还省事儿。对啊，它是每次启动的时候调用你这个 cookie 本地的 cookie， 本地的，他没给你拿走。出门的时候，不要把手机的这个 WiFi 连接打在开启的状态。啊，否则他会出去乱连这公共 WiFi 是非常危险的。啊，再比如说登录电脑的时候，啊，你用电脑登录一些邮箱啊或者别的账号的时候，不要选择这个保存密码。啊，再比如说要定期升级你的系统或者你的软件啊，因为它会有这个漏洞补丁，你一定要树立个人信息保护的这个意识。董立波在进行技术交流的同时，范伟涛等办案民警的侦查工作仍在进行着。办案民警通过一些方法成功进入到嫌疑人办公大楼，近距离的侦查也使难度再次升级。我看他是平常也挺紧张的，能听得进来吗？回头我看看，物业费好还是？水电费用和水电。不是水电，我能理解，物业费还是不少啊。这是阳台？啊，这是阳台。哎呦，这么宽！啊，那个，一会儿去9楼还是23楼？想办法，咱们到时候留一个人，然后另外两个人。哦，合计合计。白天摸牌的话，人流量比较大，这样的话呢，可能说不至于太扎眼，对这个侦查工作呢有一定帮助。通过咱们前期摸牌呢，在这个大厦里边呢，存在是4层，分别是9层、22层、23层和25层。这些房间呢和嫌疑人都有直接关系，要么是自己买的，要么是自己租的。但是呢，咱们没办法判断到底这些仪器是在哪层房间。然后那个李哥，让我俩先下一趟。行，啊，张哥，你们先进去，然后我先下大概用了一个星期左右，通过咱们这个分析呢，确定最后也是咱们这个掌握的22层2207房间，主要的仪器呢和设备都在里边。侦查工作结束后，办案民警又马上返回北京，为后续的抓捕工作做准备。跨省抓捕，多方协作，网络警察进行暗战收网。两路出动，抓捕在即，嫌疑人却现身街头，是巧合还是警惕出动？据点蹲守，抓捕实施，其中一名嫌疑人却不知所踪，办案民警又该如何应对？见证正在播出《网络暗战》第二集，《手机墙里的骗子》。回京后的范伟涛再次对手机墙案件进行案情分析和数据资料梳理工作。
摸排情况回来之后呢，咱们是掌握了嫌疑人的相关流水的对公账户。回来之后呢，咱们把他的上级中间商的这些流水呢进行一下梳理，把中间商的这些银行卡号呢，包括相关的公司和对应到个人，都给他梳理出来了。哎，哎，懂了。那个就是云沙申请这样的，不快过春节了嘛？快过春节了，然后这个考虑到他可能有些嫌疑人可能要回家过年，咱们这个行动原计划原来是属于打算春节之前行动，稍微错一下。这个案子如果有某一个人或者某两个人不到案，可能会影响证据的完整性。第二个呢，后续的抓捕会带来很大的难度。春节过后，等大家再次进入到这个一年的工作状态之后，等他们再聚齐的时候实施抓捕。春节过后，办案民警再次启程前往汕头、深圳等地实施抓捕工作。抓捕前一天，办案民警抵达汕头市公安局龙湖分局朱池派出所，和当地警方商讨抓捕计划。此次的抓捕行动将在当地民警的配合下展开。这个案子我上午也简单的跟那个跟局长汇报了一下，那个咱们这个地方是那个在广东是有五个市，四个市还是五个市？五个市是吧？四个市，广州、深圳、东莞，还有汕头，广州、深圳，涉及到这四个地方，在咱们这里呢是知道身份、确定身份的，有六个对象。虽然人比较少，但是这里是主战场。初步定下来就是，明天上午，明天收网的时间是明天上午。最主要的是22层，22层那个屋子就是前期通过保安查，那个 IP 比对，那间屋里的人是最多的。22层，同步罪啊，不能同步就发出出现差错。咱们汕头这个点儿啊，我们控了很长时间了，因为前期我们一直在控他们这人员的基本上每天的活动情况，包括人员的真实情况，还算是比较理想。电梯有，也有监控。我们看了，他门口没有装监控，2017没有。那设成咱们每层。配一个咱们的自己的北京的兄弟，完了之后咱们一组四个人够不够？一组四个人，四个民警够不够？我的意思是25层，它新装修的嘛，没必要用，没那么多，不用那么多，有个一两个人就够了，应该是盯一下就完了。然后那个220722层不是，那个主要的那个主要战场吗？那个咱们配6个人左右，这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去了之后，主要是，跟当汕头警方沟通一下这个第二天实施抓捕的一些方案，你比如说在哪个点儿我准备布多少人，以及我怎么去分工，以及我如果是有突发情况我怎么去应对这些突发情况，留一些备用的方案。像这种情况你如果试问了一点的话，就有可能说楼层比较高啊，他就一本手机扔到楼下去，反正备好，尽量不用。对，尽量备好。尽量不用。明白。好。澳门公司有能提供。是因为什么？我们考虑的就是我这六个人呢，一个得确保万一一个都不能走，至少得保证4个人在这儿。可能就是说在那个斜的那个消防楼梯那里，可能这些人就先在那里等着。对。然后你们如果比较熟悉这些人的脸型，就只能是一个来看。反正明天还得少不了咱们这个兄弟单位。帮我们大力支持。办案民警根据实际案情进行一番商讨后，决定第二天上午8点前到达嫌疑人公司门外蹲守等候，伺机抓捕。面对即将到来的抓捕，民警们十分谨慎，因为破获互联网犯罪最主要的就是证据的取得。由于互联网的特点，稍有闪失，重要的犯罪证据就可能流失。我们是应该是嫌疑人公司那边是2队，其中呢，因为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是在公司上班之前，我们是防止这个嫌疑人这个有其他的这些突发情况。单位有人在那猫着呢，单位22层啊，这不刚上去了吗？到达抓捕现场后，为了避免惊动嫌疑人，董立波带队在嫌疑人公司附近进行蹲守，范伟涛则先行上楼进行探查工作。
大概等了有两个多小时。楼梯间里走动的话可能比较扎眼，不太方便这个下一步抓捕，怕这个情况发生，所以呢就在这个安全通道里边呢尽量没露面，所以呢在这个蹲守过程当中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工作困难。后来呢就是听到一声门响呢，我们就大家呢就集中的就开始往这个通道里看，感觉应该是有一个穿花格子衬衫的人呢出来了，后来呢应该是坐电梯下去了。我们就想说这个有可能就是我们当时这个敲定这个锁定这个嫌疑人，正好呢楼下呢有这个董哥他们在这个楼下蹲守，宁跟错不能把这嫌疑人放跑。董立波正在嫌疑人公司附近蹲守时，收到楼上范伟涛传来的嫌疑人行踪的消息，董立波立即对疑似嫌疑人的目标进行观察。通报说有一个嫌疑人可能下楼了，穿着一个格子衫，正好当时我是在楼下背着呢，结果我一抬头发现一个格子衫过去了，然后就追上去了，一直追到了一个另外一个写字楼里面去，但是撞衫了。这的话应该是这个嫌疑人邱某呢是最后一个来公司的，在他开门的一瞬间呢我们就这个过了去了，过去之后呢把他进行控制之后啊，我就第一时间进入到现场里边。我们警察都要去，为什么起来哥站着蹲下转过来，面向前。进入现场后呢第一时间呢马上跟楼下这个配合抓捕同事呢取得联系，他们在第一时间呢也是马上来到现场，协助这个对这个嫌疑人进行控制，包括这个审讯相关情况，还有现场的这些仪器的扣押和这个勘查工作。盯了你一年多了，想清楚了，商量商量。就还有呢，有九楼哪个楼？楼就九。九楼哪个房间？九楼哪个房间？94。办案民警到达现场后，第一时间将四名犯罪嫌疑人控制，并进行突审工作。基本上和咱们前期摸排和这个推测的应该是一样的，就是这个设备呢，基本上都在2207这个房间里，然后相关人员呢也都是都在，然后跟咱们前期摸排的人员锁定情况也是基本一致。办案民警全员抵达现场后，刑警迅速将犯罪嫌疑人控制住，王警则开始取证和第一现场的讯问工作。你是什么吧？算是我组织。就什么叫算是吧？我们这都比较平等，没有说特别那个什么，特别谁是老板，谁发工资啊？你说。你们不清楚吗？我清楚啊，就让你说呀。他们知道这个，知道你们干什么。发工资，哪个是你的工位啊？对，这是你的工位，这得继续刷的是吗？对，4658，98062，还有吗？这一个。证据初步收集完成后，董立波又立即前往九层的另一犯罪现场进行相关的勘查工作。啊，这屋子哦，这屋子就干这个的。这屋子比上面多啊，全自动化操作，就是按这个软件，按这软件之后就能自动化操作了，全都是模拟的这个真人点击，你看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个，你看它装完之后它有一个操作，有一个拉动的操作，它会择机挑一到两个打开，你看啊，它马上会打开，就模拟正常人的操作。哎，进去之后我打开这个 APK， 找到新闻之后我就啪点进去，然后再去查看这个新闻，这是跟一个真实的人的操作是一样的。张某和郑某呢，这两名嫌疑人呢是不在这个办公地点，通过其他的四名嫌疑人的审讯呢，确定这两个人呢在家里，所以呢马上派另外两路同事呢去，这两个人的所在地呢进行抓捕。大概在上午11:30左右呢，两名嫌疑人都陆续到案。至此，手机强案件汕头主要据点犯罪嫌疑人被全部抓获。接到指令后，其他省市据点的民警也展开抓捕。当天，广州、深圳、汕头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6名，起获涉案手机近2000部。
我们前期一共刑事拘留了16名嫌疑人，其中11名嫌疑人已经被海淀检察院批准逮捕。这个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过程中。经办案民警审问，犯罪嫌疑人对自己骗取报案公司推广费用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是什么让这位年轻的把庄师傅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我相信有很多人像我们一样坚持。是什么让这位年长的公益大师懊悔不已、扼腕叹息？已经快断客房了，这里可破了。千年窑火如何烧造出今天的传奇？见证下期播出，景德镇第3集《丙丁窑》。